我都给你买早餐呢吗？都买回来了。天天吃这玩意儿，吃够够的了，我不吃了。坐下干啥呀？出去溜达溜达去呗。你老支我出去干啥？有事儿啊？我希望你把这屋腾出来，我要用这房子。干啥呀？猜还猜不出来吗？又要相亲呐？对了，你怎么一到年根里就扯这事儿呢？这谁呀？这个是？不是我相亲，我新认识一个老姐们儿。你老姐们儿给谁相亲呢？给老姐们儿找一个对象。找对象上他那上这干啥呀？正理呢都上男方家相亲的，关键男方那房子不行，1000多平的住不了人。就是那小宋是吧？你还挺聪明的，猜对了。不，你怎么老惦着他呢？你说他去年来相亲来了，从6楼跳下去的，都没摔死他，他回来了哟。我呀，想给他介绍个对象的原因是什么呢？他不是你情敌吗？给他安排出去，你不就放心了吗？要我一出去扭秧歌就说我，你真的把他夸成那样了，还我情敌？咱俩这不一直是这么过着呢吗？还不让我进去吗？这不还交过桥费呢吗？这不是吗？那咋我不出去不行啊？你不出去不好，那你要实在不出去可也行啊。那女的班上得先到，你帮着接待一下。我咋接待呀？说好话，夸小宋。啊，我夸他1米7、8大个，那长得白白净净，双眼爆皮，上帝呀、啊，我们又撒谎了，你说。你那是说话呢吗？那我夸他啥？你说这咋夸？夸优点呗。他有吗？会扭秧歌吧？会体贴人吧？积极向上，乐观主义精神，救人的笑声，你有吗？你上精神病院听去，到那都是。夸他。行，我夸。咱俩把小宋送走，就是咱们共同的心愿呗。那那个屋收拾干净了，就这还造埋汰的，收拾收拾、嗯。好，我接人去啊。嗯，给我屋收拾收拾。行，我就是该他的，这一天嘚瑟的，这咋到这个时候就相亲，那才乖孩子。哎呀，这啥时候来呢？不是还在家吗？啊，来了。你好，你是相亲的吧？坐。海燕呢？啊，海燕呢？刚出去，你没赢着吗？真有意思，还躲出去了。坐下，坐下，没事。我给你放这儿吧，行吗？你跟海燕怎么认识的？我们俩呀在合唱团认识的。海燕呀总叫我扭秧歌，我就合计呢，这秧歌我扭不扭呢？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说，千万别扭，那玩意儿容易受伤。那受啥伤啊？我也不踩高跷，也崴不着我。他不是踩高跷摔的摔伤，我这是情伤。我被扭秧歌给我伤完了，我都啊。那用啥呢？别唠了，那个海燕跟你介绍没介绍这边的情况啊？没咋细介绍，还介绍啥？这不明摆着呢吗？他这个个头你不挑吧？个头没问题。来，你站起来，我看你得多高。大哥真直接，现在跟我比个，那比吧。来，站起来，我量一下了。他得一个增高垫加8个鞋垫，我告诉你，不用加鞋垫，个头啊不是问题，个头不是问题，黑点行不？黑显着结实，白显着健康。那没有房子怎么办呢？房子没事啊，房子我有，我现在一个人儿，我住100多平米的房子呢。那你这条件，黑也不是问题，个小也不是问题，就等于没问题了，这事我就能跟他定了，就是。大哥，那你看你，那行吧，我给你洗点水果啊。你上里屋待一会儿吧，一会儿他就回来了。不用客气。嗯，好好好，来，自己进里屋吧。
哎呀，宋啊，小宋，这完蛋了，完了，到家门口了，咋还打退堂鼓了呢？走啊，海燕呐、啊。这心呐、啊，咣咣的这个跳，说我这嗓子眼细，嗓子眼粗都能跳出来了。多完蛋！你怕啥的？就相亲，成算不成拉倒呗。那女的也不吃你。我不怕那女的，我怕你那表哥。怕他干啥呀？他还在里屋住呢。对呀。哎，海燕，你能不能想个招把他整走？我和那女的单聊行不？你能不能不那么多事儿啊？你表哥都挺好的，人家还帮你说好话呢。哎呀妈呀，那样呢？别磨叽了，快进来。哎呀，我回来了。呀，来了。啊，这是谁呀？我啊。小宋吗？他还戴着眼镜呢，眼睛坏了。不是，这不海燕告诉我吗？戴个眼镜不显得有文凭吗？这多少度的，这家还整个，哎妈，你这没镜片呐？大哥，你怎么老收我老弟？我告诉你，这女的不错。嗯。别整假的。嗯。这是个机会，要把握住啊！嗯、好，好。来了。来了。唠咋样？我都铺平垫稳了。那个，丽蓉啊，燕，燕啊，你回来了。啊！你说那还躲出去干啥呀？这谁呀？你好，我自我介绍一下我。我呢跟海燕是舞伴，一起在一块扭秧歌。啊，海燕，你说我最近还添毛病了呢？你听半夜睡不着觉就看书啊，成宿成宿那么看。最近呢就迷上那三国了啊！你说里面那唐僧啊，把我气的就不让孙悟空去打那个白骨精，要我说里面最招心还得说那八戒。你说要把那八戒整咱秧歌队里那得狼火了，你说是不是？你说海燕呐，哎呀呀，拉倒吧拉倒吧，你这看的啥书？看串了咋的？看多看杂了，没别看书了，是气人呐！告诉你啊，铺垫的好好的，咱们聊聊。那什么啊，丽蓉啊，那个你在这屋唠，你上那屋去。来，你上那屋去。好。你在这唠啊。那个燕啊，有啥事咱们当面聊呗。啊，不对，你俩先唠，我跟他唠会儿。唠吧。哎呀妈，一年没上这屋来了。怎么称呼你？啊，你管我叫丽蓉。蓉儿啊，我是你静哥哥。人家还改姓了呢，宋哥哥。这么有意思的，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，来让我端详端详。哎呀。哎，大哥，啊，你们发现没？你拿活干啥呀？怎么的了？你们发现没？啊，你瞅他长得哈，真有福啊！你看看，哎呀，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眉清目秀，双眼爆皮呀、啊！我是爆皮，脸皮上风吹的，啥也没擦。不用擦，一脸的旺夫相。你老头死多年了，你这个旺夫相怎么还死多少年了？你这啥呀？这是没事，表哥，我说那个旺吧，是忘了的忘，忘记丈夫那个忘，忘记啊，挺有意思。那行，老头啊，没呀，好几年了啊。嗯，那旺夫相的死老头，我得给他看看手相。哎呀，你看你。介绍对象，介绍对象呗，还找个算命的干啥呀？哎呀，你看妹子，你理解差了，他可不是算命的，那啥，他吧就是懂得多，会的杂，知识渊博，看的还准呢，看的行，看。哎呦我的小宋，哎呦我的天呀，你瞅瞅，下手了，这就是你的爱情线呐，
在30左右岁折的，证明你老头是30左右岁没的，到46、47岁接生的。你今年也就46、47岁啊？46，你找找。我哎呀，这干啥呢？哎呀，咱俩的命啊特别合。你看看啊，你是水命，我是木命，船底木命，就不怕你的水来泡，但你这水的也别太大，别把我冲那屋去，那屋大哥是火命，再把我烧了，你说咋样不咋样啊？哎呀，这么有意思，花是给你的啊，拿了，谢谢。你去年来不去星座吗？这咋还算个命来着？哎呦我的天呀，那是去年信星座，今年信五行，那是五行，你说行就行。这么有意思的，听你的。金木水火土，60年一轮回，金克木，木克土，土克水，水克火，你克我。八瞎，咱俩又不是两口子，怎么能克着你呢？你啥命？我苦命。你看你土命，我木命，大哥你生我。我的妈，我得跟啥人能生出你这么个黑玩意儿来，这真是又生他了。小宋啊，去上那屋跟大哥聊会儿去。你怎么还下手了？你这有意思干啥呢？你咋挺有意思，好容易给你搞这个人，你整点一下人挺好的。挺好，那个各方面都同意啊。嗯呐，挺好。没嫌黑是吧？挺白的。你说的是牙吧？那是显的。大哥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啊。大妹子，你也听呢。又去了，哎呀。那年呢，有一天呢，下午黑，没啥事，我就出去溜达，溜达溜达吧，我就走那路灯底下了，看着个女的。我就冲他呲牙这么一笑，那女的我看着我陌生就跑啊，边跑边喊呐：“哎呀我的妈呀，见鬼了，谁的牙曾经自己飘出来了。”搁那往后啊，五更半夜我就不出门，出门我就怕吓着人儿啊。你送啊，过去。你拉倒吧你呀，你可别这么整了。你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女人你要掌握住啊，你没看吗？特别有修养，有文化，明白吗？你呀不能这样，你得练练谈吐，不能光吐痰，知道吗？那个提高一下文化素质，这样，我教你一首诗，多看书吗？你不说你看书吗？这是高尔基的诗。高尔基是哪个秧歌队的？苏联秧歌队的。参加过比赛呀？参加过。高尔基是谁？高尔夫是他大哥。那高尔夫又是谁呢？高尔夫像你，我一杆子给你腰出去，你这什么都不懂，那是个诗人，作家。你说大哥，因为个文化还跟我急了，你说这文化没文化该多可怕！来，你把这首诗就是高尔基的《海燕》啊。来，大哥，你给我打个样。一会儿啊，我教教你朗诵诗啊，得有底气，胸腔共鸣、口腔共鸣、脑腔共鸣，好几个共鸣放一起啊，明白吧？听着啊。这呢？啊，那个要比赛了，训练。在苍茫的大海上，乌云。狂风，还认字呢。狂风卷集着乌云，在乌云和大海之间，有一只海燕在高傲的飞翔。
天呢。你干啥呀？你说这屋老爹俩唠会儿嗑，这一声一声的老招呼我，干啥呀？还说我高傲。你有啥关系？你们这俩，你说我跟你做邻居也真遭罪，咋都这没文化呢？这是，你别整这么记住了。最关键的是，第一句要喊出去。没事，我让他练练文化。妹子挺有文化，你去去展示一下。啊，共鸣。你说他不来？啊，练练练。练的可以了。妹子，你是不是吓一跳？你干嘛当妹子吓得必须的？你这干啥玩意儿？给我吓一跳！我没有准备呀、啊，你俩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？别害怕，我给你念一首高尔夫的诗。鸡，高尔夫的鸡，高尔基的夫。诗，诗。念念念啊啊！在仓库的，哎呀，你这一会儿到四平了，去天灵啥的，这怎么着？苍茫，苍茫，苍茫，对，在苍茫的大海上，狂风卷起的乌云，在。乌云和大海之间有个海燕在给我们牵线，让我们在这牵念来这黄昏恋。哎呀妈，大哥呀，你往哪整啊？输了，怎么这么有意思呢？整是不是？大哥呀，你这么拿牙上架的吗？你好玩意儿呢，这哎呦我的，一首好诗给念成这样，你说不是？哎呀我的那个啥呀，妹子啊，小宋这人可幽默了，就是乐观主义，总这样哈哈的。我说有啥说的没？没啥说的，没啥说就这么定了，行不行？行，那同意吧。海燕，就借你这屋给整点饭行不？咱们喝点。不吃饭了，对了，搁这儿吃啥饭呢？这个不是我抠。俩人出去边吃边聊，那多有情调啊！嗯，是不？真是啊，嗯，单独出去啊，妹子，嗯，改天秧歌队见。行，听你好消息啊！啊，好了，走吧，走啊，好。哎呀，太有福了！哎呀，海燕，你这太正经了，怎么分呢？你在你这屋待着。不行，过去啊！大哥，咱俩上哪儿吃去？哪都行。你出来干啥呀？嗯？你出来干啥呀？你不说好的咱俩出去单聊吗？你不说完了吗？嗯？那没你事了，你回去吧。大哥。啊？走啊！我不去了。你看你客气啥？没事，你们出去吧，我搁家吃点得了。哎呦我的天呀！咱俩不说好了吗？这么大岁数有啥客气的？你就上我那住去还能咋的？快走！哎哎，那海燕呐，我怎么蒙圈了呢？这女的到底是给谁介绍的？那这老孩，你把手撒开！啊！我让你把手撒开！我这他转的我，妹子你干啥呢？你撒开！不是这，不是，你干啥呢？赵老汉，你啥意思？我啥意思？我问你啥意思呢？你啥意思？我，这不明白了吗？你嫌我搁外屋做害事吗？找了这么个女的把我晃走了，你俩好在这过吗？这不明白的事儿吗？谁还看不出来呀你啊？你说那话，你是血口喷人。我怎么喷你了？你丧良心不？我是那么说的吗？你咋说的？咱俩离婚了不假，没办法呀，没房子里外屋这么住呢。你愿意相中谁呢？你找谁去？我从来没当着过你，不带那么干的。给人家介绍对象，你给撬来了？这叫我
撬来的呢？我怎么撬的了？不撬怎么落到你手来了呢？这不你送到手的，我哪知道啊？我明白了，燕儿啊，我整误会了，就是那个你跟我介绍的对象是他呀，可不咋的，这个是你老伴儿。对，我不是，俺俩是邻居，我一直搁外边住。哎呀，燕儿啊，那个不是我说你啊，这么好的老头你咋不珍惜呢？啊，那真的吧，你俩离了？早就离了。大哥真的，他不要你，我要你，跟我过去走。啥呀？你不要了吗？小孩，我看你敢不敢走出这个屋。妹子，我非常感谢你，今天就是一场误会。大哥没有那个福分，我这辈子就那贱皮子，这颗心就在这女人身上，就给我这么亮了。你说我就是个人，咱俩也成不了。这个你呢，这人挺好，你看你们能不能啊？大哥，大哥不去了。嗯，我瞅你挺渴的。我给你留个名片吧，以后没受屈上我那儿去，咱俩成不了夫妻，我当哥哥养你啊，拿着，我给你保管。我给我的名片。那个燕儿啊，那真的，还有没给我一个呗？你去一边去吧。那个燕儿啊。我回去了，不管咋说，我谢谢你。以后你再给我找老伴儿啊，照我大哥这样的给我选啊。和人类没关系那玩意儿，你别给我介绍。啊，气死我！那什么，妹子，你那东西得拿了。你还要给我拿？我不要了。东西都不要了。一会儿我给他捎回去吧。我就告诉你，赵老汉，你从今往后你就给我干巴这屋，成木乃伊，你也不能离开这屋。这姐们处的。小宋啊，对不起了，你这又黄你一回，一年一回呀。没事，我都习惯了这海燕呢，你可长点心吧。介绍个对象能介绍岔劈了？我看你五五杂杂，你一身能的，你就不出息呀你呀。我告诉你海燕啊，这个克那个，那个克那个的。我看呢，就是你克我，你瞅你那损色，你瞅。哎呀，这怎么？在苍茫的大海上，狂风卷集着乌云，在乌云和大海之间，有个海燕呐，你可长点心吧。